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是2021年1月21日，再过一会儿呢，就是22号了。那么现在，《人民日报》和新华社这一两天的消息啊，都显示习近平回归正常工作。《人民日报》报道呢，说习近平呢到了北京、河北考察冬奥会。奥场馆，这个对这个参赛备战哈、也就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会的筹备工作非常重视。18号到19号，到了这个海淀、延庆啊、张家口，到了体育场馆、训练基地、交通枢纽等等啊。那么这方面都有图片、有文字啊，而且还有视频。应当讲，假如说习近平真是患有这个脑瘤，做了手术，那手术还算很成功啊，休息了大概10多天啊，终于露面了。尤其是今天我看到《人民日报》有篇文章讲到，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叫通伦通了电话，你看一下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上一次你想。外界传说习近平患有脑瘤，是就巴西、阿根廷啊，是阿根廷第一个报道的。随后新华社就发个消息说，习近平和这巴西总统互致信函，这不此地无银三百两吗？为什么不通电话呢？这证明还是有事儿啊。这个阿根廷的这个报道，应该讲，我认为是比较靠谱的。虽然有很多人不相信，我是相信，因为很不正常嘛，一直没有出现。你看今天这不出现了，通电话就不能，这个不能造假了。这个是，你像老挝离得很近的，如果你没通电话，你报完之后，老挝那不整个炸锅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他这个阿根廷这个他是互致信函，这个太繁琐了，明显是不正常哈。那么也不知道现在这个信函通完之后内容是什么，说不定就是问一问你那个地方到底什么人造谣啊，或者说什么人把这个消息这么准确及时就传递出来了。因为习近平把自己看得还神秘，伟大领袖，这个都是把个人这个健康当成国家核心机密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那当然了，你这个在美国川普啊，或者是这个拜登，尤其是拜登，他的健康也是要需要保密的。但是开放度总是比中国要高一些啊，所以说网上有很多议论也是非常正常的。如果你不搞那么神秘，经常举办点这个新闻发布会和这个记者、老百姓互动互动，你比如说现在你说建这个场馆，建这场馆。你直接见一见新华社的、人民日报的、央视的，还有这个全世界各地驻北京的记者，直接交谈他，谈一谈，不就行了吗？很简单嘛。这个或者是那一天不要和阿根廷这个领导人互致信函了，直接像对待老挝这样打个电话就，不就很简单嘛？对不对？已经非常明显，这是一个的确是有故事里边啊，只不过这里边到底。这个细节是什么不太清楚。那当然我也看到了，当然我也看到海外的一些自媒体，就是这个怀疑啊，这一两天习近平在这个考察这个冬奥会啊，这个视频我觉得就没有道理了，应该还是出来了。从出来看挺个大肚子，比明显过去这个胖多了。人这个肚子啊、肚腩呢、一大了之后，就是由于不运动。我现在都有切身体会啊，由于现在多伦多的那个健身俱乐部都关门了，那么我们住着 house 也不可能有个游泳池，有了冬天也不行，不能游泳，所以明显啊，肚子就鼓起来了，鼓起特别难看。这个年龄呢，肚子一挺起来，那整个形象就坍塌了。
你心里也很烦，所以你就散步走路啊，有的时候都走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就傻傻的就在那个马路上啊，这个阔步前进。你像习近平，他条件好，他那个你想在中南海里面，还是在这个地下这个防核武器攻击的这个设施啊，地下工事肯定都有这个游泳馆。问题是什么？他是确实是有病了，就是说你躺在床上不运动，那你就肚子很快就大起来了。你看他这一次在这个冬奥馆呢，这个场馆的视察的时候，网上发了好几张图片，我看了一下他的肚子啊，我仔细比较了一下，比以前大多了，这证明什么？就生活方式你就知道了，就是很休闲的啊，就是。养病，躺着。另外，出来以后异乎寻常的，不仅戴个口罩，而且戴个大帽子。你看那帽子超厚啊！有的人说，我看有的自媒体猜测，说是帽子里有什么屏蔽这个手机信号的天线等等。我看那个不至于，这个帽子还是保暖，就证明什么？证明这个头部啊，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啊。这个有一些损伤，所以说特别重视这个，怕出事儿，怕受风，戴着大帽子，那帽子异乎寻常大，耳朵也大，还厚，这也很不正常。你看他以前冬天出门哪戴大帽子，对不对？戴口罩当然了，他是中国中南海领导人，第一个戴上大口罩的，见到老百姓还安抚还。自我调侃调侃，这非常时期就不握手了，这都人们都记忆犹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习近平这个现在是很搞笑，而且你看今天这个《人民日报》的一篇文章就更有意思，《人民日报》呢任宗平啊，任宗平是笔名啊，什么意思？任宗平就《人民日报》的这个总编室的评论员写任宗平了，笔名啊，题目叫《征途漫漫从头越》。一看就仿照毛泽东，毛泽东不就讲吗？动不动耳机迈步从头越啊，等等，某些诗词，说习近平喜欢听这些东西，所以这些马屁精马上写这么篇文章，副标题是什么？论新征程上的孺子牛、拓荒牛、老黄牛去精神。你看这个，怎么说好呢？你这个孺子牛和拓荒牛、老黄牛不都一样一个概念吗？事不过三，一个牛啊，牛了3次，你就多牛啊！牛到这个程度，还模仿毛泽东啊？所以说，这个你看完，然后下边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新闻呐、啊。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通伦通电话，这就等于向外界国际社会告诉说，我已经这个。身体恢复了健康了。上一次不好意思和阿根廷互致信函，叫你们看破了。这回我和是真正好了。你看现在我和老挝通电话，不信你去问问通伦，哈哈，对不对？就这个意思呗。所以这个中共这领导人呢，你别看这个经常这好像挺强硬的，实际很在乎海外这些。这个媒体啊，那当然倒不一定看我这小媒体了，但人家肯定看这个那些影响大的呀、点击量高的啊，这个一些媒体啊，或许看看这个简报啊，听到秘书汇报汇报，秘书们在夸张渲染渲染，肯定早就告诉他了。现在外界有些人传说这个得了脑瘤了，正在治疗。这个一听可能大怒啊！怎么这消息这么准确啊？怎么散布出去的？谁散布的？这样给和那个阿根廷的这个总统啊通发个信函，了解了解。哈哈，于是就出了个消息啊，互致信函。这有点像那个拜登不就是吗？桌子上这个川普给留了一封信啊，还不告诉什么内容，卖个关子说。一个慷慨的心呢，这些当政客不都这样吗？整的
云里雾里罩着哈，这个越显得神秘越伟大呀，就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再讲这个《人民日报》这三篇文章，你说用这三个牛，真是文章怎么写的？但他喜欢看，还喜欢听啊，是不是？另外一篇文章就是新华社今天发表的，就关于这个中纪委啊、纪委方面的一个会议啊。纪委这个会议就是也非常重要，就中纪委的一个常务会议啊，今天也做了报道。接着，这个邓慧玲在重庆市的这个市委，这个算是这个市公安局局长、副市长邓慧玲呢，就已经逮捕了。逮捕了就表明，那肯定是要这个判刑了。你看这一两天还有这个国企的大老板啊，胡文明，这个中国船舶这个董事长啊，原董事长，也是这个案子也是大肆渲染啊。这都是为了配合19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召开这件事，这习近平也亲自做了这个指示啊，等等。但本人认为啊，这些事儿在今年开局，在现在这个时候都不是最重要的事，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，山东烟台发生了一个空难空这个矿难事件呢。这个目前困在井下的这个矿工啊，已经目前的消息已经有一个人已经过世了，还有这个十几个人虽然找到了啊，位置上面已经给了很多这个他也一些这个药品呐、营养液啊，这个等等，还通了电话呀。但是呢，据这个现在的官方的消息发布说，还要15天才能打通这个生命通道，也就是才能把他救上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能不能再坚持这个10几天，这确实挑战人的生理极限呢。其中还有2个人是这个目前这个病情比较严重啊，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事儿。如果习近平这时候能，就是说到这个山东去看一看啊，哪怕到那现场去这个看这个10分钟、20分钟，那对于这个事件的推动啊，应该讲都起到很大的作用。虽然山东省委书记刘佳义去了，但那另外一回事儿。我觉得这个人民生命财产，这是最大的呀，重中之重啊。但习近平现在反倒是去看这些奥运场馆呐、等等，讲什么奥运会的筹备，这和他一贯的这个思想性格都一致。你看天津大爆炸他也不去，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他也不去，让李克强先去，孙春兰去，等到人家取得胜利了，他就去开始忽悠了，谈天自古诡计有啊。反正他就愿意干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这一点是很令人遗憾的。或许就是因为脑瘤刚刚做完手术，如果说到山东烟台坐飞机什么，可能不太适应，也可能啊，这很难讲了。但是本人认为，他现在基本上，他也还有其他一些，这个李克强啊、汪洋啊、韩正、栗战书的行动都表明啊，他们这个班子的这个正常工作，这个新年开始已经走向了正规了。那么下一步做什么？这个至少有一件事他是放心的，就是在川普那个任职最后一期、最后时刻，很可能发生战争。一发生战争，他就完蛋了。这个现在战争已经这个威胁渡过去了，和平年代又回来了啊。那么今天的海外奇谈节目到此结束，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，谢谢，再见。